本身看了一个主持人，任何环节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，高温下都会氧化。除非是气体波谷或者是蒸火炉，看见完了加了吧，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。再一冷，然后被氧气一氧化，一点点烧着，那就叫烤烂工艺。上升。这个拍的正啊，这拍的设备的一个片儿呢。